欧鹏小姐，你来演一个这个有点三八的那种，你是泼妇骂街，哎呦，怎么样？一边七，哇，很厉害！哎呦，好，掌声鼓励一下！哎呦，泼妇骂街，好，啊，我们第一道题要比的是什么？台湾小吃，台湾小吃有很多啦，我来看看。哎，这是上面，吃，哎，比如说霸掌啦，蛙桂啦，好，注意了，你们一起来答题啊！惊叫五十秒，一边 go。第一题，几个字？几个字？一共四个字。四个字。糯米大肠。我要米线。我要米线。我答米线。哦，厉害厉害。哎呦，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小。小小肠小吃小包小答对了小笼包小笼包哎呦这么厉害什么小笼包小笼包豆花豆花到底在比什么、啊、你是笨妹他说两个字那他怎么会追小笼包、恭喜过关那你怎么把 豆花搬出来啊因为还他们动力火机你乱捅个什么劲啊好恭喜第一道题目顺利过关好厉害厉害好马上第二位 go哎，再来送我们动力火车了。哎，你们两位有没有一起演过戏或什么？没有演戏啊，没有演音乐爱情故事，没有演戏过。不是你出嘴巴，然后他出声音的、啊。我一直在看那天他们嘴型是不对的，我感觉我们竟然还可以用不一样的嘴型讲话，有没有演戏？没有。哦，你不要在后面突然放炮，我吓一跳了。那这没有演过戏啊？没有。音乐爱情故事就是有算应该算一点呢。哦。对，那两位要加油了，我就考个最简单的，喜怒哀乐，好吧？他有很多喜怒哀乐，他喜怒每次演每次，对，有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了。我真的吗？我自成一格。他会很会表演。哦，好，那我等一下也他来表演，你先好，预备，喜怒哀乐。没有，他乐是还要想一下乐哦乐啊，但现在速度变快哦，一面七怒，你那个怒好像那个游乐园圈里面那个大怒神，对大怒神有点很像，哀，哀很难哀啊，不要再整他了，他要比的是什么题目？嗯，算是一种很困难的疾病，哦，疾病疾病题。比如说胃酸过多过敏、哦、有没有牙齿痛胆结石、就是、各式各样的疾病什么都有可能好吧请准备来计时五十秒开始几个字啊两个字痔疮痔疮啊对啊对痔疮我厉害三个字三个字眼睛眼睛瞎子老眼青光眼青光眼青光眼内脏啊，不是，不是，再来，眼睛的事情嘛，对对对，近视眼、阴阳眼，对对对，沙眼，三个字吗？青光眼，不是、啊，青光眼、白内障、老花眼都不是，哎什么啊？近视，不是不是，三个字，再比一次，再比一次，三个字、啊，怎么样？看不到，他看不到，夜盲症，夜盲症，夜盲症，还有还有，最后一题，快快，三个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嗯嗯，很简单。肚子饿啊？不是，胃溃疡。答对，胃溃疡，三秒。哦，你已经答对了，答对还被爆。但是后面那个搓气球那个人呐、啊，跨掉欧亚的亏欠。我们等一下把他绑在这边，身上绑十几个气球，我们来乱搓，好吧？好，恭喜过关，掌声鼓励。好，最后一位啦，如果再过关的话，一万块奖金就是你们的啦。好，下一位来。好，现在是最后一位了。现在这个他要表演是什么题目？昆虫题。昆虫题。对。平原演过电影啊，《无言的山丘》有吗？哎，对。来演一下，演一下那种无言山丘，从山丘矿坑出来那种感觉。预备。好抽象哦。妙哉。几个字。掌声鼓励。哎。矿坑嘛，里面黑暗啊，出来看一个就是阳光的反应、啊。哦，是是，演的还真入木三分，有没有、嗯？注意哦，那现在要演的题目是什么？昆虫、啊，昆虫、啊，昆虫。哦，这个好难哦。有很多昆虫啊、嗯，对不对？什么是甲虫啊？嗯，天牛。请准备五十秒计时，预备，哎，麦克风，预备，计时开始 ，Go。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马，蜥蜴啊，蜥。
蜥蜴，蟋蟀，答对了，蟋蟀，哦，厉害哦，厉害，加油，一万块哦，快接近喽，豹，嘴巴不能动，嘴巴不能动，蚯蚓，蚯蚓，龟壳花，毛毛虫，答对，毛毛虫，哎，厉害哦，加油，剩下三十秒，好好把握，两个字，很难很难，蜜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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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吗？对，会飞，会飞，蟑螂啊，很小。昆虫很可爱，蚱蜢，蜜蜂，舌头会让花蜜。十、九，比这个字嘛？什么什么？第二个字。哦。那叫什么？虎什么？蝴蝶。蝴蝶。时间到。I'm sorry， 没有答对。啊！棒棒。哎呀，太可惜了。然后是什么答案？瓢虫。瓢虫。啊，很难猜啦，这个很。所以你看，平原是制作单位的最爱哦。由于他，我们又省一万块。再次热情掌声，谢谢他们。谢谢。